你的想法来判断事情，啊，执着这个想法，执着这个外表，那这些不正的都叫邪。所以这里面有四条：第一个，亲近善知识；第二个，就算这个人不是真正的菩萨，他有真理，你都要去亲近他；第三个，多修出离心，远离色欲；第四个，要了解政治正见，了解众生的本体。就像一个医生，好吧，一个医生要把所有病人的资料存档电脑，他调资料出来，上回他生什么病，现在生什么病，然后他应该上回配什么药，哪里过敏，他都能知道。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他不要生病了，关你什么病？但是他要了解一切资料，啊，你不了解这个资料不行的。所以他资料越来越多，资料库越来越大，这个叫大空，大就磨合，对所有众生，那你都了解他，而且知道怎么帮助他，所以佛陀叫调御丈夫，啊，所以而且知道按照这个方法，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佛，但是你不能舍弃他。但是简单的说好了，针灸，你要自己扎过，怎么痛怎么痛，然后你才去扎人家。啊，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怎么痛，一直扎人家是没用的。这个你痛过，你痛过，那怎么样做可以不痛？那你也知道怎么去帮助对方。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敢领受这个痛，那你不可能去帮助别人。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多去老人院、孤儿院，接近痛苦的众生，然后你来陪着他痛苦，而且把他的痛苦当作你是你儿子一样，亲自去照顾他，这样，然后你才会领受这个苦。所以这个也不要急，因为你有很多事情，就像各位做烟供，一天不做你会很痛苦，因为那些众生就在等等等这样，啊，然后已经超度了，超度了，再来再来，但是你要把它当作这是你最重要的事情，然后去关心各种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这样讲，希望各位，当然你平常可以再念一遍，每天念一遍，然后慢慢你就背下来了。亲近善知识，亲近有真理的人，耐得起孤独，啊，顺远离行，而且呢还能够了解众生的习性，众生如何成佛，万法的本体，然后你要把它背下来，那慢慢这些法就成为你的生命，然后你这个人就有法味，有法味。一个出家人，一个修行人要异于常人的想法、思想、行为，待人接物，你利用世间，你在操作世间的事情，用的是佛法的根本道理，而不是叫你脱离世间。如果各位在十八岁听闻佛法，哎呀，就想要学地藏菩萨，就想要发菩提心，就想要出家，这是你生生世世这个因种好了。时间到了，你就会。那有些人虽然出家了或者学佛很久，他只是喜欢学佛、喜欢拜佛，但他不喜欢发菩提心，啊，他也不想发菩提心。照讲，新加坡只要有一个人真发菩提心，新加坡就够有福报了。啊，就像印尼以前有个金州大师，他发菩提心，整个印尼变成黄金，所以叫金州大师。所以阿底峡尊者都从印度来亲近他，一个人就够了，啊，因为这个真发菩提心，那诸天护法、世间福报都会改变，这是大乘佛教的重点。所以如果你能够成就这四法，不忘失菩提心，得到什么果呢？诸天龙神皆来劝助。什么叫劝？劝你发菩提心，利益众生，帮助你世间的福报乃至利益众生的方法。如果你发菩提心，诸天龙神，各位不用求啊，不用担心什么事情，你只要动机正确，发菩提心，自然水到渠成。现在医生说你得癌症，你也说没问题，这个癌症呢，过完年就好了，啊，因为别人可能要开刀，那你只是消业障而已，拉几遍肚子啊，然后就 OK 了，啊，因为诸天护法龙神都会来帮助你，常不离于众圣福田，所以你永远永远都是像圣者一样啊！这些圣者的福田你都圆满，若无诸圣，那就算没有诸佛菩萨在加持你，那自为福田，你只要在大众里面，你就成为大众的福田。所以受五戒的人，你请受五戒的人吃一顿饭，超过你请世间500个穷人吃一顿饭，那这个意思，因为他受五戒嘛，
如果你能够请一个受过八关斋戒，你能够请一个发菩提心的，不得了了，啊！所以你走到哪里，诸佛菩萨都成为你的护持者，啊，成为你，因为众生接近你就接近诸佛菩萨，常不离于众生福田。若无诸圣，你只要在大众集会，你自为福田。啊，如何达到这样呢？第一个，菩萨摩诃萨勤行不懈，教化众生，令众生发无上菩提之心。念一下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也希望每个人见到你，跟你讲话，跟你接触，都能够因为你的感化影响而发起无上菩提心啊。那作为一个菩萨，就要像那些，做个比喻好了，天主教的这些神父啊、教士啊，然后呢，他们到乡下、到落后地区啊，去帮助他们，去劝他们信仰神，对不对？啊，得神的救赎，这些都是很伟大的，因为至少他们有这个精神啊，勤行不懈。所以在台湾呢，很多他们都是在台湾死的，活到80岁，活到90岁，老修女、老神父，各个弄一个医院、两个医院、孤儿院，一辈子在那边苦苦经营。留下了这个爱的精神，就像德烈莎一样，一辈子被误会，啊！但是在最可怜的菲律宾、印度都有仁爱之家，承继了他的精神，所以各位要变成勤行不懈怠的去教育、感化众生，让众生都能够成佛，令发无上菩提之心，要有这个因啊。第二个，还勤行不懈的供奉如来为求法故，所以每天各位在家里要供养佛，供灯啊，供花啊，供水啊，供香啊。你要真的没办法供，至少供一杯水吧。啊，每天都要跪供养。像我每天都喜欢拿个灯，只要我住在哪里有灯，我就会观想，愿灯具成为等同，我就会观想跟他起笑啊呢。啊，整个世界，哇，上供下施，愿以弥陀和为一，然后做这样。没有佛像，一本佛经也可以。没有佛经，用心供养，要勤行不懈怠，供奉如来，这样佛就会加持你求法嘛。你千万不要说释迦牟尼佛死了啊，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所以你不要说阿弥陀佛不在，一念阿弥陀佛他就来加持你。所以你只要有心供养如来，那诸佛菩萨都会现前，坛城圣众。哇，都现前接受你的供养啊，来加持我们为求法。就像我以前讲一个故事，以前有个孤儿，然后他没有家人，就被送到一个寺庙旁边的一个孤儿院。但是这位孤儿每天下课的时候，因为他没有亲人嘛，他就跑到那个寺庙跟墙壁那18个阿罗汉，那时候只有16个，讲话，因为他没有人跟他聊天啊。结果讲到后来啊，那16阿罗汉天天跟他讲话，后来就是他就是里面的第17尊阿罗汉，后来又多一尊叫18阿罗汉。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佛菩萨太慈悲了，你只要跟他讲话，他就在跟你讲话，他就在安慰你，在帮助你。不管你拜神也好啊，拜佛也好，佛菩萨不舍弃众生，所以各位你只要勤行不懈怠的去供养奉侍如来诸佛菩萨，那他就一定给你传法，给你说法，给你安慰，这样啊。第三，以尊敬心供奉法师，那更有福报了。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修行人，甚至出家人，按照佛陀的教法在修行，在弘扬，那各位更要以尊敬心去供养，那你就可以听闻佛法。第四，若见众生恐畏苦恼，施以无畏，所以放生是无畏施最快的方法，超度是无畏施最快的方法啊。所以让他脱离他的被砍杀的、被虐待的乃至地狱的痛苦。那我想这4条，如果你这样去做呢，你终不忘失菩提心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把这个终不忘失菩提心记下来，临死肉体死掉，菩提心不能死掉，啊，菩提心不能消灭掉。所以这是我们活的基本的意义。但是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，我们不能舍弃众生，哪怕你砍死我爸爸，你杀死我儿子，我依然要度你。各位要自己要发愿啊，要发愿啊！以前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你知道了，你要发愿。所以，就算你的女朋友要跟你分开，你说没关系，分开归分开，我还是常回向给你。跟我去参加八关斋戒，带你男朋友来，多度一个。你已经把私情化掉，
度它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世间的感情啊，那只是一种因缘，不要太执着。但是让对方学佛，这才有意义。但是如果你跟他吵架，分开了，变成一种恨，那是生生世世的恨，记住。所以各位要转恨为爱，转恨为爱，啊，你要借用这个因缘去帮助对方。如果这四点你都做得到，你永不退转菩提心，太重要了。所以各位现在每天不分在家出家，不分男不分女，不能大不分大人小孩，若善男子善女呢，发大乘心，我们供养是为了利益众生，为了成佛，乃至佛在世，乃至佛不在世，各位用种种的花，种种庄严的东西，乃至呢啊，点上一个清净的香来做供养，这些各位都去做，供花供好了，乃至供水做供养，这样以这样的因缘，生生世世具足，不是一种八具足福，八种都具足，所以一定要做多做供养，而且做供养以后，以后你的居家环境越来越美，你以后成就的净土就比别的净土庄严，就像阿弥陀佛210亿的净土，被韦提希夫人看过，被阿弥陀佛之前看过，结果最后就选择了韦提希夫人，选择了阿弥陀佛，因为第一庄严啊。所以第一个声色具足，以后你的身高啊、外表啊都比别人好看。第二个财务具足，这辈子都不缺钱。第三个眷属具足，先生啊、太太啊、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啊，都是跟你结善缘的。第四持戒具足，你不会破戒啊，人家受戒我也要受戒。第五禅定具足，代表你有一个专注的心，能够自我控制的心。第六多闻具足，很喜欢看佛经，很会听佛法。第七智慧具足，你可以看到真相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那时候刚学佛几个月，然后呢去那时候跟朋友去佛教文物店，结果他们手上都带着念珠，我忘了带。那个卖念珠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没有带？”你知道我怎么回答？念珠在我心。他说：“哎呦，你这个人可以出家。”后来我还真出家了。哦，念珠在我心，我只是找借口的，啊，念念念要念到心里面嘛，啊，这个有一点智慧的意思啊。我最大的痛苦，最不能说痛苦，最大的快乐，我看佛经啊都看得懂，了解，这是我最大的快乐，所以我很喜欢看。那看了以后想跟别人说，那这个还有一点勤劳吧。虽然我看的不见得100%正确吧，但是至少有一个体悟，这也是个很好。而且所谓智慧是你可以看到最美的，就是说这个图哪里不好看你看得出来，这个花哪里可以插的，虽然你不会插花，但是你知道怎么样更庄严，你这些你天生的。就像一个女孩子买衣服，一看就知道那个是最漂亮，就那件，没有别件，对不对？人家叫我去皮包店买皮包，你说等一下，我在这边站一分钟，只有那一个，我都选好了，只有那一个你会买。我不讲，我说你去挑，我已经等他挑了半天，他问我是不是那一个，我说你要看那么久，就那个配合你身材，配合你的皮肤，你要会配。这个眼镜店里面有500只眼镜，只有一只眼镜是配合你的脸的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只有一只是最刚好的，难道你去选那个第二第三的吗？只是价钱高跟低而已。然后你一定要一眼就看得出来，所以这一点就是各位要有习惯，抓重点，替别人想，那你就会看到最美的。你不要说这个事情与我无关，新加坡机场每次改装一次你就要去看一次，好吗？因为它是国际机场，它如何吸引别人。各位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他们正在装修，如果有机会你要去参观他们轮船怎么放，他们规划怎么规划的，因为你不能说等到你做老板说啊，我什么都不会啊，那你怎么盖一个净土？所以你要把很多事情的最好的那一点找出来，以及不圆满的那一点你知道，这样啊。那各位要学这个啊，这个叫智慧具足。第八更重要，所愿具足，念一下心想事成。对啊，他半站着呀，好不好？不打那也说哈，像我刚刚一来想说最好下午不要出太阳，出点凉风下点雨最好，好不好？啊，自然就会心想事成
就会埋怨，很多事情会这样。所以各位多在佛像面前，哪怕一本经典面前供花、供香、供水果，做种种供养，好吗？你买一件新衣服，先不要穿，先供两天自己才穿啊，因为先上供嘛。这个有个好处，没有半毛钱是我的，我们叫清净财。我们出家人被供养红包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以前跟大众宣布，我今天被供养100块，大众都知道了，这没有我私人财产，是把这100块放在我这边，我会把它用完，这没有私人财产的观念，才叫净财啊。那所以也养成这个样子的好的习惯。我很喜欢这个五个字，因大悲心而生菩提心而成佛，所以成佛的基本就是大悲心啊，所以叫大悲生菩提啊。当然那我们如何修大悲心呢？普贤恨愿品里面很重要的恒顺众生，普皆回向。因为每次做七支供就少念了恒顺众生，我觉得好可惜啊！所有的教法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。那在这里面大家念一下这个经文，很多人念过，我肯保证很多人没念过。所以菩提心以慈悲心为初心，唯有佛陀的真爱是永恒的。你对佛陀好，你对佛陀不好，你讨厌佛陀，你不认识佛陀，佛陀还是永远永远100%的关心你，一直到你成佛。这个叫恒顺呢，那你就不能抵触对方啊，对方怎么样我就变怎么样。所以一定要让对方很轻轻松松的能够听闻你的佛法啊。那这个众生不是光哪一类众生，或新加坡众生，或人类，讲的是法界。法界有十法界，虚空界你看得见的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啊，四只脚的、两只脚的，有形无形的，不管他们外表种种差别。所以各位，对猫、对蚂蚁、对人、对喜欢的、最讨厌的，我都让对方快乐，随顺而转法轮，而把上面所做的礼敬诸佛、称赞如来等等等等等，广修供养、忏悔业障，都要来供养他，用各种方法去服侍他。念一下，做众生老母亲的仆人啊，众生都是我们的老爸老母啊，我们永远做他的仆人，服侍他，照顾他，帮他推轮椅啊，种种奉承侍奉，种种供养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。一般人是对上供养，对下不供养，这是错了。大乘佛教重点在于众生，不在于佛啊。我们供养佛少少都可以求法，但是所有的目的为了下施给众生。怎么供养呢？如敬父母，最尊敬的就是父母、师长、阿罗汉、佛。那你要把一只小蚂蚁、一个孤魂野鬼、百千万亿的众生受苦的，都像佛一样的没有差别的，而且是无量无边各种种类的众生，要这样的去恒顺他。怎么做呢？于诸病苦为作良医，这个世间各种的生病的众生，那你要成为他最好的医生。所以你要去了解怎么样帮助他的方法。这个人虽然想要离苦，想要脱离病苦、脱离贫穷，但是他不知道方法，那你要把正确的方法告诉他。以暗夜中为作光明，这些无明的众生追求世间的欲望、世间的成就，他不知道最后会生老病死、会堕落，这些在等于在黑暗里面摸黑的众生，这叫无明。然后为作光明，你像大海黑暗的光明塔一样，告诉他真正的方法是什么。于贫穷者令得福藏，你把这个黄金珠宝藏在这个贫穷者会摸得到的地方，类似这样。因为你给他钱他还不见得要，为什么？有些贫穷人爱面子啊，像我去日本给他还不行呢，日本人爱面子呢啊，你还给他还很尊敬他呢啊，所以不然他会觉得被侮辱都不行的。所以一贫穷者啊，你要默默的让他觉得这个东西啊，他得到了，令得福藏。所以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，何以故？那做一个菩萨要真的这么做，平等饶益一切众生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各位，我们是佛教徒，以后各位可能会参与佛教的发展啊、事业啊、推动啊，不分在家出家。那
但是我们佛教一定要让别人感受到这个平等饶益的悲心啊，不要怕没钱啊，啊，这一点实在是不用担心，而且要让人家觉得你是一种平等慈悲在做事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自己都觉得很惭愧，很多人在谈到德烈莎修女就尊敬的要命这样啊，然后有时候谈到我们某某道场就会滴滴答答这样啊，好像那个尊敬心没那么强啊。但是因为并不是德烈莎修女她教理有多好，她只是一个很简单很平等的方法而已，但是却让别人很有感受，这一点也是我们要去学的，因为她达到平等，想要帮助这些穷人啊。怎么做呢？何以故？菩萨若能随顺众生，则为随顺供养诸佛。记住啊，照顾可怜的众生才是在照顾佛陀啊！你能够随顺因缘，不分别的去照顾所有众生，这才是随顺供养诸佛，让诸佛菩萨快乐。我认为一个职员好好的为这家公司乃是扫厕所去做，那个就是老板最高兴的地方。你不用特别去巴结老板，但是有些老板就是喜欢人家巴结啊，所以那这一点，但是你要相信诸佛菩萨是大神通的，你不用特别巴结，骗之一切的，你真实的去爱众生啊，把众生当作佛菩萨，那是佛最喜欢你的。大乘佛教的目的在于慈悲帮助众生，如果你把所有最痛苦的都，就像我们在喂鸽子，老师说每次喂鸽子旁边师父不能喂啊，这个要罚款的，我就从后面丢，你说不行我还是丢啊，然后我就跑这样就好。但是没办法，当然很多人说你这样做不对，你这样做不对，这样，但是我说那些众生很可怜啊，他每个人都不丢，就我们这些人会丢而已啦啊。你到美国去，我在丢面包啊，师父不行，以后不带你来。我还有一次去波士顿，他们地方的华人人士带我去，我就拿了很多饼干，我还没有做烟供，我只有投饼干而已呢，我就把它放在红木那边，他就意思说以后这个你这个有问题啊，一直念啊，破坏环境。我给他说等一下海鸥就吃掉了，然后呢这些孤魂野鬼红木啊，他们永远没得吃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，所以人到了理性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就失去了感性的最可怕。因为不会怎么样，我到葡萄牙去，他们说这个不能烧，我说哪里不行？有没有钱？100块，丢给管理员 ，OK， 当作没看见。再不行200块 ，OK， 葡萄牙嘛，啊，所以他还指定这个地方你们烧啊，你烧，对不对？200块真好用，啊。所以不是不行的，所以因为为了慈悲嘛，所以我想在这一点要因为众生欢喜，大多数人喜欢的，大多数人去做，少数一两个人反对，你不要为这少数一两个反对而不去诚实众生。所以原来众生比佛还重要，佛已经大家都在供养，佛已经没有痛苦了，但是众生才是对象。所以各位一定要让所有众生，哪怕一只狗啊看到你啊，都因为你而欢喜，照顾他，给他一个好的念头，就像我每次经过养流浪养动物在卖的，我也会去那边念一念，跟他看一看，跟他挥挥手啊，念一下皈依僧，永不堕畜生。我到那边跟那只狗挥挥手，跟那只鱼挥手，他升起一个好心，他就脱离畜生道啊。所以各位，特别各位，你会拿念珠啊，甚至很多菩萨还拿这个旗子，下回做更小一点，啊，去给他转动一下。所以那这样，所以你护持众生，随顺众生，供养众生，令众生欢喜，诸佛就欢喜。最后这一句话，是故菩提属于众生，所以众生就是众死都很苦，所以各位永远不离弃任何痛苦的众生，哪怕一个都不要离弃，而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众生，必定你能够成佛。因为菩提属于众生啊，没有众生不可能有人成佛。那菩萨如何成佛呢？什么叫佛菩萨？因为他们有大悲心，没有大悲心不可能成佛。那悲心跟大悲心差在哪里？悲心是有限制的，你可能对你儿子很慈悲吧，那没问题，你可能对你孙子很慈悲吧，那没问题，
但是大悲心是没有限制的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你都一样，那这个叫有空性的智慧，没有空性的智慧没办法成就大悲心。但是我们是从悲心开始修，谁最容易引起悲心？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恩这么重，爸爸妈妈老了生病，我们心里痛啊，这个痛就是悲心哦，痛痛，所以感受到痛，那才是真正的大神通、大智慧啊，因为你已经了解对方了。诸佛菩萨因为看到众生轮回苦，各种众生有钱的苦、没钱的苦，反正这个世间只要存在的有情都在苦，而生起大悲心。因于大悲心生菩提心，那因为众生苦，我要帮众生离苦，就近离苦，我一定要成佛，那成佛叫菩提心。那因为有这个菩提心生起来，所以去修波罗蜜，修福德智慧之量，最后成佛。所以简单的来讲，自从大悲心而可以成佛。所以譬如旷野大沙漠之中有一棵大树王，那这个大树王怎么可以长呢？如果根可以得到水，它的枝叶花结果就会繁茂。同样的，在生死旷野这一棵菩提树王也一样，所以菩提树王也代表佛吧，亦复如是。那每一个人发菩提心，以一切众生为树根，所以你只要对众生一直慈悲，然后诸佛菩萨为花果，那众生就可以成佛。所以各位来，各位念四个字：只管慈悲。我很喜欢讲德烈莎修女这句话，不论你对我怎么样，我依然爱你，依然对你慈悲，所以不要计较。所以我们活着就像观音菩萨永远在洒甘露，你骂我恨我把我佛像砸烂了，我还在跟你洒大悲水，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那众生最后成佛。所以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，千万不要说我成佛了，而是让众生成佛啊，让这些无名痛苦的众生，你只要一直给他搅大杯水，用慈悲对他，他最后成佛。所以对方越错，你要越对他慈悲，而不是谴责、伤害、批评、冷落、舍弃对方。这一点我要特别特别跟各位强调，发菩提心的乃至过去诸佛都是因为用大悲心不断的利益众生，自己也能够成佛，也可以帮助众生成佛。是故菩提属于众生，你要追求无上菩提，不能够舍弃离开众生。各位，这个经文好不好啊？这是华严经里面的一小小段话而已啊！啊，华严经总共有80万个字啊，但是80万字你能够读完了，21天就读了完，不用读到晚上，早上读到下午。我们以前都这样读，你就读完了，然后你能够自己研究最好，而且这个文字一点都不难，这个文字看看稍微停一下你都看得懂，不像楞严经看老半天还看不懂啊，因为有些还深了一点。这一段话很多人都很喜欢，众生尽我愿乃尽啊，所以我们去日本高野山空海大师最出名的话，虚空尽，众生尽，涅槃尽，我愿尽啊，就他的生命就是为了所有众生法界都涅槃了，他的轮回才停止。所以他死亡的时候甚至把肉体都放在那边，现在人家还在早晚供养啊。所以事实上他就是地藏菩萨，因为他就是发这个愿的。所以善男子，如于此意应如是解，你对上面所讲的要这样了解。以于众生心平等故，则能成就圆满大悲。所有众生你都用平等心去饶益去对待对方。我们现在最大的痛苦是 我很爱我儿子啊，但是你叫我去爱别人的我就爱不下去啊。这没关系，你要练习就好了，至少你有一个最爱、最关心、最担心的一个对象，然后你把这个对象移到每一个对象，好不好啊？这个叫修行，很快很快的。我当初离开我儿子的时候，我几乎想到他我就哭啊，可怜的我啊。然后但是我师父说赶快去帮忙那边山区里面的小孩啊那些，我就开始。后来我发觉我一直去帮助那些可怜小孩，包括被车撞死的，那时候有几个小朋友被车撞死，我的心就开始
比较平静。然后后来就干脆会把那些小孩子当作自己小孩子，后来就慢慢的就没有心里没有这个压力了。再回去。